台北市的教育局现在找来老夫子代言，要教国小学童品德教育。而老夫子的作者王泽还特地把民众票选出来的品德教育核心价值呢，画成了漫画，要教大家懂得互相尊重。漫画人物老夫子应台北市教育局的邀请，代言2010年台北市国小品德教育的公益活动。老夫子的作者王泽特地画了这一张漫画，要向小朋友传达代表尊重的价值观念。有公德心的人就是在霸占路啊，然后那个老夫子他就想要把他们当成球瓶，拿球把他们那个打全倒。也不然这样子，也像他们就想说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可不可以先旁边一下。而台北市民票选心目中最重视的品德，第一名就是尊重，第二名是孝顺。市府颁奖表扬300位国小孝亲楷模，其中这一位修德国小的林元琪，父母双双因为肝癌过世，由奶奶独立抚养。有时候都是奶奶的按摩，帮你按摩，奶奶会帮你按摩，孝顺他，帮他做家事。而民众票选的品德核心价值，除了尊重跟孝顺，还有责任、感恩跟诚信，也都会画成老夫子漫画。